贾静雯现身，肚子鼓起，韵味十足。43岁女神怀四胎，备受关注的大眼萌妈贾静雯，此次携小女儿波妞再度回归妈妈是超人三强势挑战一代二，刷到网友期待值。贾静雯的女儿步步波妞被网友誉为婴儿界颜值最高，大眼睛，白皮肤，睫毛弯弯的萌神小公主模样，简直跟妈妈如出一辙。不少网友纷纷感慨着，这一家人的基因实在是太强大。如此强大的基因可不能浪费，虽然贾静雯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但还是免不了在发布会现场再次被问到是否还有四胎计划。对此她则笑着表示，现在很幸福，谢谢大家，嫁给爱情的模样又填出了新高度。在贾静雯看来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婚后修杰楷不仅对小布布和贾静雯疼爱有加，就连梧桐妹也和他相处得非常融洽，一家四口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，羡煞旁人。女神又在微博公布了一件喜讯，他卖关子的说道，笑成这样就知道有好事进了，并让大家不要问他，因为迟早会知道。可是网友们不甘心呐，大家都非常非常想知道贾静雯有啥好事呢？难道是要怀第四胎了？